主公尚未安歇，军师深夜进帐有何见教？主公，明日是何节令？主公可知道？今日7月初6，明日乃是七七，七七佳节。正是。此节在中原并不足奇，在川中。 却非同寻常，川民风俗每年此日，家家户户都设酒食庆贺游乐。军礼之中也按例休战过节，犒慰将士。此时去攻洛城，岂非天赐良机？哎。 只是张任颇具谋略，行兵谨慎。倘若有备，如何是好？主公，张松此图确是神算，可让张任防不胜防。主公，请看，此山之北有一条大路，直通洛城东门；山南还有一条小路，可通洛城西门。 此路，张松虽画一图上，却未标其名。足见偏僻异常。我问过归降士卒，竟也多半不知。哦，张任不知我军有此图，定以为我军不知此路。这岂不是天助我军，又以出奇制胜之图？军师是想大陆佯攻小路奇袭，两路分进合击洛城。<笑>正是此计。哦，主公，这可是孔明身在荆州，所能尽知尽料的。请发校时即刻前来。是。果真按此计而行。 能有几分胜算？此计若成，则洛城一战可得，我军便可长驱直下，取成都、擒刘璋，一举而定西川。那时三分天下有其一，则主公可与曹操、孙权争雄天下。主公，兴汉大业有望矣。好。 主公，庞军师，小侄有此进兵洛城，路径如何？有两条路可以进兵，大路从北直通洛城东门，上有一条小路直通洛城西门，险僻难行，川民也很少有人行走。以足下之意，取哪条路为好？党亦需一时，两路分进合击，可操胜算。既是二公都执此意，明日便发20000兵马，我与军师分两路进攻洛城，留30000兵马请校侄驻糜竺简雍防守大营，如何？是。主公，明日主公分兵一半走大路，通走小路。小路偏僻难行，岂可让军师冒险？北自有黔西弓马灌走小路，军师还是走大路为好。那，主公，大路必有敌军拦阻，主公正可击之。小路崎岖难行，却能攻敌不备，同走小路正是避难就义之意。主公何不成全一二？实不相瞒，军师妙算虽令我折服，但孔明信中所言也委实教备，放心不下。万一小路，主公，统自头帐下，久蒙主公厚恩，未曾报效。早思肝脑涂地，方称本心。 莫道小路未必有险，纵然有险，统又有何惧？
主公再勿多言，同走小路。主公自走大路。啊，不，还是请军师走大路为好。主公，请早些安歇，明早卯时升帐，辰时起兵。